记，唔通放袂记。再来带您看到桃园市大园区这一座百年古庙竹围府海沟，庙方管委会曾经向桃园市文化局申请登录历史建筑，并且经官方文资审议通过，只是还没有完成公告程序。不过就在等待公告的期间，庙方管委会突然提出要迁庙，公民团体跟信徒就很担心百年古庙因为拆迁可能会毁损文资价值，而变成被消失的历史建筑，希望政府能够让原庙保留。庙要迁，我们也不要历史建筑。你要登录就登录啊！我已经给你登录了，这个公告还没完，你又跑来跟人讲说我不要登录了。我们这些委员是干嘛？每天吃饱饭撑着，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文化局啊，跟交通部跟我们说，啊，你假如要签的话，这个历史建筑就拿去先撤销掉，不能的话都不能签。照理来说，文化局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完成公告的程序，不知何因一直都没有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就衍生了很多的纠纷跟怀疑，就讲说啊，是不是文化局跟现在主张迁移的这个庙方有做一些私下的协议啊？竹宏伟雕工精致，由文化部认证的国宝级大师梁绍英参与设计的竹围府海宫，宛如一座艺术殿堂。此外，建造超过160年古庙，还是全台福姓王公信仰的起源。庙方管委会为了永续保存百年文化资产，于106年向桃园市文化局提报申请登录历史建筑。同年经官方文资审议通过，但至今未获得政府公告，而引发外界质疑。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通过历史建筑，那文化局就必须要依法公告，必须要根据那个文化资产保存法，那公告以后才要再报到那个文化部，完成文化资产的这个地位的确定。那这个不公告以后有危险呢，万一已经通过文化资产，然后你全责单位该公告没有公告，如果中间发生一些什么意外的话，或者受到损毁，那谁要负责？不是文化局渎职没有公告，而是它的保留范围没有界定，我们就无法公告。那么在航空城都市计划范围在108年2月正式公告之后，其实是给予了竹围府海宫还有周边一块的宗教保留地。那个时候基本上其实也已经确定了范围，那也已经确定了建筑。照理来说，文化局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完成公告的程序，让历史建筑这件事情变成完备。但是不知何因一直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桃园市在106年7月3号第三次文资审议会的会议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名称为竹围府海宫，但决议认为应该要等都市计划范围确认后再办理公告。后段的决议完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来支撑。桃园市文资审议会本来就应该会同地震机关去登录土地的范围跟地号还有面积，但文化局却用这个理由没有公告，显然是基于其他考量，而不是依法行政。就在官民意见相左时，竹围府海宫因为桃园航空城开发案被交通部民航局以飞航安全为理由希望迁庙，但在公民团体和庙方大力奔走下，促使政府审慎评估，透过108年公告的桃园航空城都市计划，确认了竹围府海宫原庙保留，并不会有飞航安全的疑虑。只是没想到政府都答应竹围府海宫原庙保留，过去一向遵照福姓王公神意坚决不迁庙的庙方管委会突然态度大转变，不仅主张要迁庙，还向桃园市文化局提出撤销竹围府海宫已被文资审议通过的历史建筑身份。
在106年，好朋友建议，如果要增加胡海公原地保留机会，应当去争取历史建筑的一个身份。廖祖伟相当的认同，而没有想到，廖祖伟竟然是这种人，一当选连任以后，翻脸不认账。文化局，哦，跟交通部跟我们说，啊，你家里要签的话，这个历史建筑一定要去先撤销掉，不能的话都不能签。那这样就把文化资产登录变成一种儿戏啊！你要登录就登录啊，我已经给你登录了，这个公告还没完，你又跑来跟人家说我不要登录了。那我们这些委员是干嘛？每天吃饱饭撑着，你卖怎么样就怎么样。反对违法同城，反对违法同城，守护历史建筑，守护历史建筑。为了阻止竹围福海宫可能变成被消失的历史建筑，公民团体和庙方信徒一起向桃园市文化局陈情，并再度提出质疑：为何竹围福海宫106年已经通过文资审议为历史建筑，迟迟未获得公告的原因，难道真如外界传言吗？那么地方上因为信徒意见相左，那就会衍生出不少的这个流言蜚语，就讲说啊，是不是文化局跟现在主张迁移的这个庙方有做一些私下的协议啊等等。我讲文化局不应该试设是否迁庙，他不应该因为迁庙与否而改变他的行政作为，而是应该秉于文化工作的初衷跟目标，既然已经有文资委员的审议，就应该要依法来进行公告，尽快的确定这个竹围福海宫历史建筑的定位。桃园市文化局后来驳回竹围福海宫管委会的撤销提报，并透过会议记录说明竹围福海宫依旧维持历史建筑的文资身份，不过后续的公告进度还是没有下文。当中会议记录也载明，庙方管委会必须提出搬迁计划，以利后续保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因为历史建筑的身份没有公告，那航空城的都市计划也完成胡海宫个案变更，就是迁庙的这个决定。这里是桃园市芦竹区一处空地，也是竹围福海宫临时红毯的地点。透过庙方管委会的脸书得知，庙内众神未来将在这里暂时安坐，以等待异地新建庙宇完成。此举再次激起公民团体的质疑，他们认为竹围福海宫一旦被拆迁，无价的历史建筑文化资产可能面临灰飞烟灭。从文资法的角度，福海宫当初被认为最具历史建筑价值的就是这些藻井木作或剪黏的这些结构，一旦被拆卸之后，它其实就难以被复原，换言之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地保存的条件。此外，竹围福海宫信徒也感叹庙方管委会变了，一改过去遵照福信王公神意坚持不迁庙的态度。在咱去年11月12日有一个徛碑，在咱今年三天前又一个徛碑，吼，啊，这是讲咱王公在神威，吼，已经来指点，吼，要来意识到咱政府，吼，咱交通部以及咱市政府来重视着咱这王公所，伊要留伫这个航空城内底，这个航空守护神，吼，这个重点，吼。符合国家政策，我们要搬迁，那个政策我们是要，福海宫是要搬迁啊。在那个当下，我们才发现说，哇，整个管理委员都变质了。廖定华要注意，啊，甲这个杨地贤、杨总干事，其实离阮开始控清一栋产物，既然会甲180多啊来转变，所以我们怎生气，佮将阮这老信徒、中间委员佮叫出来，啊，阮又佮出来替我们怎去主张维护这间的庙的权益安尼。但竹围福海宫管委会也有话要说。其实这个搬迁也不是说谁讲的算数，是当时开委员会的时候哈，经过2/3的信徒通过，还有那个委员，21个委员嘛哈，啊，我们差不多应该17个委员通过，跟王公做保碑。竹围福海宫管委会还主张，未来异地新建庙宇的样式，也是向福信王公把杯的结果。好，我们在啊，第一组呢，
嘛，目前啊，咱国民党的副主席啊，这个方式安尼来去，安尼是不是也是听上早的龙头唱歌来支持？这相片呢，都是杨志贤片的，哦，就是讲，诶，这迄落合作来去像咱福海宫安尼，考第三个杯，个人想法啦。安尼王公主是无爱走，我就是要住遮，就是这间庙，吼，这间庙我喜欢，啊，我就是要住遮。因为你唔是讲家己开，无我开了做出来拢同款，诶，师傅是一款技艺呢，你讲师傅嘛起袂同款啦。我希望咱全国这王公祖的信徒去体会这句话。为什么王公祖交代我们照像安尼，就是不爱走嘛，不爱耍，你别卖给他当，卖给他耍嘛。但要职位福海宫信徒更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庙方管委会透过脸书宣称，辅信王公指示未来新庙的样式要和原庙一模一样，为何职委对外说法却南辕北辙？时间来到110年11月30号，桃园市文资审议会。我们三人福海宫是没有地下室，以后来这边还有地下室，以后的空间都不一样，造型不一样。这一天，文资审议会还要讨论未来职位福海宫拆迁，针对已经具备历史建筑身份的原庙构建会如何保存。庙方提出了三种方案，并选择费用最便宜、文物保存最少的第三个方案。庙方的期待只保留一楼神龛跟牌楼面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呢二三楼只保留所谓的门扇，所以目前费用是在1800万。钱最多不见得就是最好，可是钱太少肯定是做不好了。如果你搬过来变成比较克勤克俭或比较节俭，或讲难听也寒酸一点，那我就不知道那搬过来有多大意义。我刚才讲的经费那么多，福海宫现在疫情关系，每天生活都成问题了。你说这些经费叫福海宫来负担那么多，还没办法，那都是靠自己来帮忙。根据主委福海宫主委的说法，庙方经济拮据，难以负担原庙的拆迁费用。那么未来异地新建庙宇的经费又该如何处理？现在民安局已经给我们选定在原来的海军基地，就早期的空军机场那个地方，庙地没有问题。那你说以前花多少亿？我想以现在的政府应该会给我们的补偿啦，回馈啦，这些金额应该差距不大，来重建差距不大。了解。啊，这个金钱方面，我相信王总非常敏感，就敏感了。他在外面呢，救了千千万万的信徒，我相信，如果说你迁过去那边，我相信呢，钱财是绵绵不绝，一定会有的啦。你把信徒当提款机吗？信徒会去回庙里去捐献，那个是一种很感恩的心呐、啊。信徒没有欠你福海宫哎，信徒是因为以前被福信王公帮助过，所以他是去感恩的心，或多或少不等，但是那是一种心，不是你的提款机耶。你今天庙里没有钱，你胡搞瞎搞，那把信徒当提款机吗？哪有这种逻辑？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既然职位福海宫搬迁和重建都需要巨额经费，不是来自政府补贴，就是信众捐献，同样是民脂民膏。异地重建新庙，还可能让无价的文化资产消失。庙方管委会的做法，在学者眼中真的无法理解。我们的老匠师其实在这边逐步的凋零。老匠师的作品其实已经没有留下。假设我们不把福海宫的作品留下，我们几年后看到什么？捍卫历史建筑，福海宫原庙保留。诸位福海宫信徒以及公民团体，为了反对庙方管委会的迁庙计划，只打算象征性保存原庙部分构建，根本不尊重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再一次向桃园市文化局澄清。
因为福海宫在2006年的时候已经通过文资审议的决议去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所以按照文资法的话，它应该要照这个历史建筑的原样，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福海宫去做所谓的保存跟修复。其实它指定的过程程序上都没有问题，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它依照文资程序在进行的部分，所以一切都是依照程序来进行。官方的回应让公民团体更焦虑，他们为了完整表达植为福海宫应该原庙保存才能确保历史建筑的文资价值，特别向桃园市文化局申请参加文资审议会，但没有获准，他们只能守在门外观看会议的直播画面，在等待机会向官员表达诉求。不能进去发表意见，对于这样子的文化资产的保存跟讨论，我们也是觉得非常有疑义的。其实所有的政府会议，当他们最后想要通过这种就是明显还有争议的案件的时候，用程序上来不让民众好好的参与跟了解这个计划内容，我觉得是很常见的，那也是觉得很不合理的地方。究竟这一场历史建筑保卫战会如何落幕？主位福海宫能否原庙保留？福兴王宫能持续守护桃园航空城吗？难道国家发展和历史文化真的无法共存？或许政府可以多听听外界的声音。我们说，一个新的城市不能没有过去的历史跟文化。福海宫它所具备的，它有历史建筑的文化资产的资格，然后它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就是灰莲礁跟郭金火。然后我们在做田野调查里面，我发觉，他们有固定的一个参拜的路径，教科文组织哈，他们对这种文化资产的那个保存运动里面，这几年就非常注意到那个文化路径这件事情。桃园航空城，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开发建设计划。那假如说航空城全部盖好了，以后都是高楼大厦，假如它庙宇没有搬迁的话，然后它在文化的路径也还留着，在一个好的都市计划里面，应该不只有考虑到什么商业的发展住宅的发展，很多文化性、历史性、宗教性的东西，那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对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记忆的城市，其实是一个悲剧耶，对不对？台湾大代志，唔通放袂记。各位好，我是俊相，我是雨欣。台湾大代志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喽。台湾大代志，您的加入是给我们最实质的鼓励跟支持。唔通放袂记，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